明星运动是刘子健嫌腹肌不好看，自赏人鱼线。哎呦！哎呀！谁又在那边挨来挨去的？哎呦！哎呀！每次都哎呦！哎，看刘子健这么会挨，健身这件事可能不在他的字典里面哦。他在教练的带领之下，先以 TRX 悬吊式训练机加强胸肌和手背。会有点颤抖的，对。前面再打开哦。对，看着前面就是一个90度的位置。哦，看他抖成这样，就别再折磨他啦，换他擅长的跑步机好啦。他对跑步上瘾，一次可以跑10公里哦。跑大概7-8公里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训练你的脑筋，就是要感觉到那个痛。怎么训练？你说训练嘛，就是让你就是，我是专心的去感觉那个痛，因为你就想要逃避那个痛啊，那就必须得硬下去吧。其实跑步里面有很多人生的哲学的，真的，比如说。比如说，你一开始跑太快，到后面就会没有力了，对，所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，然后千万不要放弃。所以你的字典里面跑步还是也是没有放弃的。跑完步应该有重建自信心了吧？继续下一道训练。现在有6块肌吗？现在有6块肌，它是一整块大的。你6块一个一粒一粒小小的不好看，我是一整块大的一个腹肌，就是。你知道现在流行的吗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人鱼线。有我也不能讲这个，我这个。对，自己在家里自己欣赏，对，自己在镜子里看就够了。他不肯秀人鱼线，导致自曝在18到24岁时胖到92公斤。要这样直接从床上滚下来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起来。那我现在我都拔不到那，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拔不到，对，那时候被打枪更多的，更多，那个是机关枪，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被打。苹果让来，报道。